圣诞市集 Part 2，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熄掉了哈。耶、yeah. yeah. ！喂，你刚好瞧不起他，我只还偷笑他。我只觉得你们都没有 say 好就开始 Part 2。没有啊，就算没有 say 好，这样才像那个啊。怎样是真的？怎样是真的？然后这里面都会有一些鱼目混珠的店。嘿，好，再一次。耶、yeah. ！德国圣诞市集，你们看，你干嘛那么激动啊？我觉得好，做节目不都这样吗？你比我还要激动。不要这样，哎，不要，他们两个已经玩起来了。然后这次就会有一些鱼目混珠的店，像这种就是灯光很丑的店，然后我就不想过去看。然后这是他们的灯饰，你看很漂亮吧？灯饰。感觉韵会喜欢哦，对，我觉得这超可爱的。他们觉得我们烦，我们每天都来，然后都来玩一玩，都没有买。没有买啊？我们有买这个吗？你看这个超可爱的，可以这样短腰短腰，然后每次都会弹哦，短腰。我觉得超 Q 的，这是雪人。对，然后。很浓郁吗？就会有一些非常精致的那个雕饰木头，然后也会有这边是麦可丽饼的，对，他们有糖炒栗子，这是糖炒栗子店，不可思议，下面竟然有糖炒栗子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没有试过。对，然后前面那就是一个市集的那个大灯，就主灯，有点。然后就一整片整个广场都变成圣诞市集，好，然后这一间店里面卖的就是一些装饰那个圣诞节树的圣诞树的，好，大家就这样，记忆体快没了，对，然后我明天还有一整天，后天就要回比利时，然后再来去巴黎，对，柏林还不错，还蛮漂亮的。然后就是一个很新的城市，今天念了很多他们的历史，然后 City Tour 的时候在讲，都觉得好像在考托福听力，讲超快的，对吧、啊？但就是收获还蛮多的。好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灯塔，走过去好了，就是另外一区，然后会有个它有个灯塔，灯塔上面就是这样，然后就在这边，然后会一直到圣诞结束，反正就是这一个月啊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圣诞市集的月份，好。就先这样，拜拜。啊，最后一个，我昨天有看到一个很可爱的，什么？我昨天在那边看到很多那个，这个叫 Smoking Man， 你看他们好像都在 Smoking， 因为他们肚子里可以装蜡烛，然后他就会从他嘴巴里面跑烟出来，所以叫 Smoking Man。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兔子在射一个猎人的屁股，可他已经消失，应该是被买走了，但太贵了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咯，拜拜。